中国影星胡歌暌违六年再度访台，下午在展演会场跟青年对话，提到跟台湾非常有缘分，人生第一部主角作品就是演台湾人，还现场反问大家，他说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吗？更强调不分彼此。而胡歌也推销自己，向台下年轻的台湾导演喊话，说自己便宜又好用，希望能多多合作。跟这个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表态，我是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员，如果大家有好的剧本、好的项目，一定要记得找我。顺风来台跟青年导演交流，胡歌把握难得机会，不忘推销自己，喊话台湾导演可以多多找他合作。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主角的戏，而且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。因为繁花大家知道我们是用沪语，可是有很多的朋友就听了我的沪普以后，他们说，哎，你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，就是我的乡音里有台湾口音吗？有有有，我们都觉得很亲切。哦，那我更开心了，就说明我们不分彼此。交流内容句句离不开台湾，先是提到他在电视剧中的角色充满台湾腔，更强调自己的演员生涯跟台湾有极大渊源，字字句句都想拉近和台湾人的距离。我之前去过台东啊、花莲啊，哇，那真的是人间美景。我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基隆。活动开始前，胡歌也特别早到在北市松烟园区走走逛逛，谈及台湾美食美景，瞬间变身宝岛观光大使。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可以多待一下。现在都想要带老婆跟小孩一起来台湾吗？肯定的。快闪台湾，胡歌几乎没有私人行程，他也喊话希望能再来。这趟台湾行，两岸间友善的交流，也让影迷看得相当过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